更加回到了家里，感觉屋子有点挤，全他妈的都是亲戚。提到如何把大意义，明明关系不咋地，总要带上你问上几句。小的时候他们总要关心我学习，问我期末考试到底班级排第几，我说我是全班前五，他说得努力，我的儿子年级第一，你吹牛逼。从来就没小呀小听过，听得烦躁还不能说，你家的媳妇儿漂亮，儿子钱多，要不要给你广播？